喝着微笑在我心里绕，喜欢你甜甜的味道，贪心的人儿啊心在跳，我喝一口醉酒心在跳，忘不了你心和微笑，这感觉就像我心中烧，请轻轻说话我对你的好，我送你的玫瑰心在跳，给你一个拥抱你要不要，这感觉就像你一般绕，没完没了的飘，我心在跳。凡大科710八支机械手背配合 index table 组装线配置，那么在画面上八支机械手背成为线性排列，做一个汽车组装线，这是我们上一次说的。我们今天要把八支机械手背排成圆形，绕着一个 index table，那么 index table 给它一个 IO， 它就会转45度，因为八站啊、哦。那么第一站是 loading， 第八站是 unloading。那我们讲的第一站是我们这里的第二控制，因为第一控制我们现在已经规定了，那么是给没有做场景配置的使用，所以所有可以做配置的从第二站开始，所以第二站就是第一支机械手背，那第八支就是第九站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个东西，我们再来开始进入我们的主题。那这是一个总代理授权书，位于台湾省台北市的招式自动化有限公司授权曹某某台湾身份证 A101XXX 台胞证0130XXX73为公司 CMS 控制系统软件，在中国大陆广东省独家总代理，全权负责该地区该项产品市场开拓、产品销售、售后服务等业务，特此授权。授权人招式自动化有限公司 B 公司的大章，统一编号29611193，法人代表张永军 B 公司的小章，23年了，那么编已经都脱落了。身份证 F102XXX354 有效期间2018年9月1日到2021年8月31日，那么为期3年，授权日期2018年7月1日。那么曹明和曹博他受聘东莞理工大学教授职缺2年，到这个月底期满。那么曹博很喜欢大陆，那么他就自己写的这个授权书请我们盖章。那么他回台湾度假了之后，那么他就会到东莞推广这个授权的业务。那么俗语说，在家靠父母，做生意靠朋友，那么我们也很高兴，那么好朋友曹博能够帮我们推广我们的 CMS CAPP 工业 4.0 的业务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进到我们的主题。那么这是台湾顺利发做研磨抛光 No.1 的顺利发做的六站研磨抛光机，那这就是 index table， 它用 IO 控制，一个 IO 它就会转到下一站，再一个 IO 它就会转下一站，一直绕，那么绕一圈，六站做完，就一个产品就研磨曝光做好了。好，那我们也比照这个方式，用 SolidWorks 做了一个简单的 index table。好，那我们来看我们的程式。我们先叫出我们的准备好的 CSV 档案，
纽西的画面，然后场景输入场景名称 CMS 杰西德坦，这边有一个8FN710 index， 就是凡拉克8-710加上 index table 做我们的组装线，那么开启就档。那么我们有做 view， 所以它会放在这个 view 上，这个 view 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做的 index table。那么在第一站的位置，我们画的一道，就是标示我们的第一站。好，那我们先看我们的 CSV。那么看 CSV 就进到我们的档案，第一槽的 CMS 杰西德坦，然后找出我们的八站。啊，就这个 8FN710 index， 快点两下，打开档案。那第一站到这里结束。好，那我们弄到了，重来一次。第一站看到2结束，那它就是一个 index table 的 S。index table S 档案，那么它 match 0 object 0，那 translocate 10，所以它有 view S pivot Y pivot Z pivot NENR view 的方向，那么后面三个 RGB 的 original。 那么第二站就是凡拉克710总共8只，那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我们的 index table 这个圆盘在第一站缺了一个角的 index table， 那它是 object 0、哦、它是 object 0，所以我们是用 object 旋转的指令，从我们的视觉脚本的规定里面采用 K27 的时候要注意我们的 object 是0。好，那么回到我们这边来，那么来看，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做它的跑动。那它的视觉脚本已经进到我们的 input script action specification 里面，那这些所有的脚本组的第一项是我们自己编辑的 P2 到 P9 testbar.cc 都是同样的程式，我们教导一次个别抄到 P1 到 P9， 所以 P1 到 P9 第一支到第八支都是同样动作，虽然我们知道第一支是 loading， 最后一支是 unloading， 其他是看是要做抛光黏膜还是电焊还是 CO2 焊接啊，那么或者是组装线锁螺丝抓取等等的，那么都是教导。那重点是我们的控制启动程式是 P1testbar.cc， 那触发 input 从0变成1之后，那么它要把所有的这些0变成1开启，然后八只机械手背做完之后，那么 table 要转一个45度，我们是左手定则，如果正45度这个会跑到这个位置45度，那么再下来会到-90度，然后绕一圈一直循环下去。好，那我们来看我们的控制程式 P1testbar.cc 怎么做。那我们进了教导模式，现在在第一控我们叫出取档，叫出我们 P1testbar。那 test8 第一个就是 K20 开 IO 开 input 9的 IO， 也就是这一第一个指令完了之后，那么 input 9 0会变成1，那么 P9 第9站的机械设备 也就是第8只机械设备会执行 P9 test8.cc 的脚本，那么它就会动，那么很快的
它就会执行第八 station 变成一，第七、第六、第五、第四、第三、第二，一直到第八行第二，就是这一个机械设备也开始执行它的脚本程式。之后 K22 延迟 delay 两秒钟，然后 K21 关掉九，因为刚开了，现在全部把它关掉。第九站 K21 九 input 九，这边就会回到零。那么 K21 input 八，那么这个就会从一又变成零。然后六四三二全部关掉，关掉最后 K21 一，另外我们的控制这一站也变成也给它关掉，也就是全部变成零，跟我们开始的时候状况就一样了。那么一样之后，我们就 K22 停留十秒钟，因为程式还在做啊，那我们这时间要抓好，那么要以最慢的一只为准啊，十秒的时候最后慢一只也要做完。完了之后，这边有 K27 很重要， K27 就是让我们的 S 档案的 object 做旋转，怎么旋转？对零，对 S 轴旋转零度，对 Y 轴旋转零度，对 Z 轴旋转四十五度。那么 S table 是旋转轴是 Z 轴，所以它就会四十五度，左手定则，左手定则四十五度就会转到这边来。啊，那旋转点是谁？旋转点是零零零，啊，零零零，就是这一点。那当然这个 Z 不要管，因为我们对 Z 轴旋转 pivot 点对 Z 轴就不要管。所以这两个零，它就是对原点旋转。那 object 写在哪里？写在这一行，它占用的速度的这一栏位，在 K27 的时候，本来这一栏位是速度，那么它占用了它的栏位，不然我们可以来看，修改。那么客厅 speed 零。那就是 object 零， object 零对 Z 轴旋转四十五度，二十七 K 二十七就是旋转。好，旋转完了之后，二十二等待两秒，因为它旋转到新的定位是下一次循环的开始。那我们等两秒钟是等待一切就绪，等待一切就绪，那么再进行。那么怎么进行呢？它就 K21 它就触发了 input1， 触发了 input1 之后，这个变成1之后，我们的控制脚本开始执行。那么从 P 第二站到第八站又被触发成1，又开始做八字机械设备的运动， loading and loading， 研磨抛光焊接抓取上螺丝都有可能。然后完了，等十秒钟，它又全部变成零，然后一直不断的循环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我们的程式。那当然至少要看到八站走完，然后再从头开始，那么就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完美的 ending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让它变成 PLC 模式，那么滑鼠放在 input one， 等一下我们就按下去。笑容你的美呀、啊，只有我知道，你心中这团火呐，只为你燃烧。不知何时才能接受我对你的好，算了，还是送你玫瑰花，把我的心意表达。那花香的妖娆在没完没了飘，你对我感觉一几分，我不太想知道。只要你能激动我的心，时刻在为你跳。你的眼神我忘不了，红红的裙边如烈火烧，谁家的女子谁知道，多情的人儿心在跳，你的心它在。
留在我心里哦，喜欢你甜甜的味道哦，多情的人儿啊心在跳，我喝一口烈酒心在跳，忘不了你心和微笑，这感觉就像我心我送你一朵玫瑰。